明天你早点来不就行了？那行，明天我早点来接你。教授，我现在特别不舒服，你能来一趟我家吗？去一趟楼下的医院吧，很近。现在那么晚，我一个女孩出去特别不安全。让刘文静带你去。哎，他们小两口现在甜蜜着呢，说不定今天晚上不回来了。你就舍得让我一个人沉睡在客厅里吗？还难受吗？好吧，那我过去吧。快一点儿。黄黄，你怎么？黄黄，你这是干嘛？教授，我难受，我头痛。那你到沙发上去好吗？哎，你别咬我，晕。黄黄，跪，跪你听话。难受。到沙发上坐着不就不难受了吗？啊！我给你倒杯水。你不要喝水，你过来，教授，教授，你回来，你干嘛去了呀？教授，教授，哎，教授，你回来，教授，教授，教授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把水喝了。教授，我不要喝水。教授，快点把水喝了。不要不要。黄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下来行不行？黄黄，你下来。你别咬我，晕得很。黄黄，你下来。黄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明天你早点来不就行了？那行，明天我早点来接你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教授。我们像两个星球，像个一大片宇宙，向左走，向右走，在各自轨道漫游。时间随沙漏流走，到哪里才算尽头？到最后放开手，才能把彼此挽救，不后悔曾经百分百的奢求，却怀念当初没有你的时候。